梦幻魔法棒，光之美少女开阔变身。觉得世界什么都美，美得我想唱歌，美美美美的美美美。大家好，我是想法多多，努力用功，说话 Kiko 的美少女 Kiko。哎 ，Kiko 啊，你刚刚怎么迟到了？啊，不好意思，美美美，还有小朋友跟咪咪国王。我刚刚出门的时候，前面有个红绿灯，我等了好久好久，好不容易绿灯了，结果车子来了一大堆，我又等了一个红绿灯，又等了好久好久，我就迟到了 ，Kiko。那你就应该要早点出门啊！哦吼吼，忘了自我介绍，小朋友你们好啊，都知道我是谁吗？咪咪国王。对，我是国王。也是博士，看看我的帽子。哦，小朋友，你们看，咪咪国王的帽子变成博士帽了哎！真的耶。那咪咪国王，你平常都在研究什么啊？说到我研究的，那可多了。哎哎，有讯息来喽！咪咪国王你好，红绿灯为什么有黄色、黄色、绿色？咪咪国王为什么？红绿灯不就是刚刚挡在我前面的吗？为什么红绿灯会是红色、黄色跟绿色呢 ？Kiko， 这个问题问我就对了。等等，咪咪国王 Kiko，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要听取多方的意见，再加以整理跟研究哦。嗯，多方意见 Kiko。嗯哼，你看我们这边有这么多的小朋友，你们觉得为什么红绿灯要用红色、黄色还有绿色呢？因为车子如果太多，你走过去会被撞的，会被受伤。那有人觉得为什么是绿色吗？因为冷才能，因为人可以走了啊。都
有可能呢。咪咪国王，刚刚小朋友想出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些颜色比较明显，看得比较清楚哦。很好，谢谢美美美。关于这个问题，我其实也搜集了一些资讯哦。看过来，看过来。上班，买菜，上学，早起出门去。快迟到了啦！亮灯，亮灯，红灯，每次都这样。你们有觉得很奇怪吗？红灯为什么时间总是可以算得刚刚好？每次我们人一到的时候，灯的颜色就会变呢。听你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是这样哎。其实有点神奇哎。可是为什么红绿灯是红色、黄色、绿色这三种颜色呢？好，这个问题我知道哦。你们有没有听过红配绿呀、啊、最美丽？有哎。那就对啦，红色配绿色就是发明者喜欢的配色，所以就发明出来了，就这么简单。可是那黄灯怎么办？那黄灯怎么办？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呦，饭哦不能乱吃。是的，菜更不能乱炒。最重要的是哦，话更不能乱讲。其实啊，答案就在厨房里。是的，许多发明都是在生活中发现的哦，像是今天的红灯、黄灯、绿灯，它的发明其实来自于这个，噠噠，红椒、黄椒、青椒。发明的人一定喜欢吃这三种椒，所以选这三种颜色啦。对对对，也有可能是吼，他们喜欢吃泰式红咖喱、黄咖喱或是绿咖喱料理。萨瓦迪卡。总之，一定是发明者喜欢吃的食物颜色才设计出来的哦。我们的答案会是对的吗？美美美，我怎么觉得听完之后，更迷糊了呀？有些人觉得是因为发明者喜欢这三种颜色，也有人说是因为蔬菜的颜色，所以是这三种颜色。到底是哪一个呢 ？Kiko。乖乖的，真的，听你这么一说，的确怪怪的。不然我们来问问小朋友好了。小朋友，你们觉得答案应该是刚刚两个中的哪一个呢？我觉得是发明者喜欢的颜色。不对，我喜欢吃绿色的蔬菜，所以我觉得是绿色蔬菜的颜色。那我们问问看小朋友好了。好啊，小朋友，你们有人觉得是红色、黄色、绿色蔬菜颜色的请举手。你们觉得是蔬菜颜色的吗？有吗？你觉得为什么呢？你喜欢吃蔬菜吗？喜欢。所以你也觉得是蔬菜颜色的，对不对？对不对？那有没有觉得跟百香果姐姐一样，是跟发明者喜欢的颜色，所以他才用这三种颜色的？举手。因为他可以用那个颜料把它沾好以后，然后把它印上去放。哦，所以就是他喜欢的颜色。哦，好像票数都差不多哎，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票数都差不多，这样更难选了哎，美美美。Kiko， 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我们是被国王捉弄了，对不对呀，国王？呵呵呵，你们两个可真聪明。这样都被你们看出来喽！哎呦，我就知道你真调皮耶！好哟，国王，这样我们说了这么多，到底正确答案会是什么呢 ？Kiko， 好，别急，红绿灯会是红色、黄色跟绿色，其实是因为。红灯停，绿灯行，看到黄灯要小心。刚才他们两个答案都是错误的，想知道正确答案吗？赶快跟着我们一起回到19世纪初英国中部的约克城吧。在当时啊，
红色、绿色的服装分别代表女性不同的身份哦。穿着红色服装的女性表示：我已经结婚了。穿着绿色服装的女性表示：我还没结婚。在当时啊，英国伦敦议会大厦前面啊，常常发生马车撞到人的事故。人们受到红色、绿色服装的启发，第一盏信号灯就在伦敦议会大厦前的广场上诞生啦！哇 ，amazing！ 原来变成红色、绿色是因为我们的缘故呢。那我们的功劳可真不小呢。而当时这个煤气交通信号灯是靠着我们警察拿着长杆子手动转换提灯的颜色哦。红灯呀，绿灯呀，红灯呀，绿灯呀，红灯呀，红灯绿灯绿灯红灯绿灯红灯绿灯，换得太快了。当时啊，警察想换什么颜色就换什么颜色，想什么时候换就什么时候换哦。这样突然切换有点危险呢。没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啊，才会在红灯跟绿灯中间加了一个黄灯来提醒哦。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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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灯。而且这三个颜色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哦。红色 ，Stop！ 我是红色小兵。前方有危险讯息，停止以测安全。黄色 ，Wait！ 我是黄色小兵，前方可能有状况，注意提防危险。绿色 ，Go！ 我是绿色小兵，前方没问题，前进，一切安全，敬礼。只是现在的人为了不想等红灯，远远的看到黄灯，他们就会。冲啊！停，这是很不好的习惯。看到黄灯就是要提醒大家要减速下来，而不是叫你们赶快冲过去啊！知道了，交通规则要遵守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出发！买菜喽，上学喽，上班喽。原来红灯停，绿灯行，这件事情跟19世纪英国女性的穿着有关系啊！哇，这是我想都没有想过的。真的耶，没想到平常穿的衣服也可以发明出这个救人无数的红绿灯。是吧？对于发明家来说，所有生活上的体验都可以成为发明与创作的灵感哦。所以如果有一天小朋友，你们可以用青椒、黄椒还有红椒发明出伟大的创作，这也不是不可能呢。小朋友，你们了解了吗？了解了。太好了，恭喜小朋友今天知识加一，聪明加一。问问你们，你们今天有没有开心呢？有。哇哦，开心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唱歌跳舞喽！好，我们赶快站起来，赶快跟着他，一起到中间跳舞喽！赶快赶快，好，要跑步快一点，好，一起在前面。咪咪国王超级厉害，找出答案 so easy， 实验森林充满神秘，一起来玩真有趣。小贝贝太阳公公一大早就这样有精神，不停当小
时候超喜欢看战斗的哦。哦，为什么啊？因为他们是正义的使者，而且都会帅气登场哦。最重要的，他们都会赶走邪恶的坏蛋。原来如此啊！今天我们要找的小朋友呢，刚好跟你一样非常喜欢战队哦，而且更厉害的是，他们还会边唱边跳哦。哇，这么厉害！那我们赶快去找他。嗯 ，Go！ 今天的宝贝大明星是。大家好，我是宇正。在旁边呢是陪着宇正的是他的哥哥，你是月婷。月婷耶。哇，我们今天呢两位哥哥，我们好开心哦，因为呢听说你们很喜欢骑士龙战队这首歌，对不对？里面呢有很多很可爱的舞蹈动作，哎，请问你们可以教我们吗？可以。嗯，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是什么？手打开。接下来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哦，这个是什么？单脚跳。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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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作感觉有一点点难哦。接下来啊，我知道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帅气的 pose， 对不对？要怎么变身呢，老师？哦，这样。变身。那另外一边呢？另外一边是？换另外一边变身。那往前变身可以吗？一二三。变身！现在我们要来变身三连拍喽，预备开始！变身！变身！变身！哇，这首歌有这么多可爱的舞蹈动作，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赶快跳了。嗯，而且很帅气，对不对？嗯，那你们准备好了没？好了。好，那现在我们就要来表演这一首《骑士龙战队》。但是呢，其实宇正跟月婷他们除了会唱歌会跳舞之外呢，也是小小棒球迷哦。噠噠，哇，超多的。对呀，这些都是你们的收藏，对不对？我发现有一些造型蛮特别的哦，比方说像这个要怎么使用？来，哥哥。但这个没声音了。没关系，你们试一次。好，就是这样。那浣熊哥哥那边的呢？但是我有发现一个特别的，什么？就是这个。这个感觉是棒球场上拿回来的，对不对？这是比赛的球。比赛的球，哇！所以你是在那个旁边的时候接到的吗？有一颗是他自己的。哦，你自己接到的哦。因为我那个手怕我怎么吃？危险，因为球很高飞下来会打到。对，如果没有手套的话，也不好接。对，我也发现了。这两个造型也蛮特别的，这看起来像是可以发出声音的，对不对？对。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试。哦，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听说啊，你们还会一些加油口号，对不对？炸裂陈子豪，一击炸裂陈子豪。好好好，我会了，我会了，前面我会了，是不是？炸裂陈子豪，一起炸裂陈子豪，炸裂陈子豪，一号重炮陈子豪，一号重炮陈子豪。那既然你们今天天气这么好，而且又是你们喜欢的棒球，那我们来去打棒球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去打棒球喽 ，Go！来吧，王俊明，哈，哇！
有的时候月亮也是弯弯的。小朋友，赶快动动脑想一想，还有什么是弯弯的呢？哇，可爱的笑容也是弯弯的耶！聪明的小朋友，你还想得到其他也是弯弯的东西吗？